这个客乡村长得比较高，然后呢，朋友呢又特别喜欢这个味道，乡村炒蛋，所以说太高的话就准备高空繁殖，把它繁殖出来。那现在已经现在准备高空繁殖乡村树。那高空繁殖呢很简单，先用这个嫁接刀环接在这个位置，环切一刀，然后再环切，环切好了以后就用这个钳子，这个钳子在哪里都买得到，直接在环切的中间剥皮，你看这样皮就剥下来了，简单干净，很简单，干干净净的剥出来。剥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用水草，就是用这个水草，水草是打湿了的，轻轻的扭一下还会滴水，就这个干度就可以了，就把它包起来，包起来了以后让它发芽。水草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就把它包起来，我没有放生根粉没有关系的，就这样这样包起来，包起来用这个把它扎紧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就包好了，包好了以后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来检查看有没有根，有根了就成活了就可以剪下来，有根了以后就从这个地方把它剪下来，剪下来就成了新的一棵乡村苗了，就可以送给身边的朋友了。这颗好浅，
第二颗拔出来了，然后这一颗第三颗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颗，第四颗。